聚散都相依，相思两不离，爱铭刻于心底永别。为你一见倾心，为你一生钟情，只求你知道是平安。康熙在守株鳌拜之后，连日梦兆不祥，孝庄太皇太后遂建议康熙亲手抄写大藏经，以保大清皇朝国泰民安，永盛不衰。康熙抄写第一本佛经后，担心手抄本容易失窃，让歹人造谣生事，蛊惑民心，于是下令以迷经重新著塑大藏经。大清动用了5000两黄金铸成108套佛经，每套重达50公斤，14000颗宝石镶嵌在432片护军板上，康熙赐名龙藏经，成为传世巨作。
点儿。公主，慢一点。Thank you.
徒求标在哪儿？想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？你永远不会知道的。美丽，阿妈，终于来了，你终于来了，看一下。丫头，你变瘦了。想你想的嘛。这次为了能见到你，我是从草原上狂奔进京的。一路上很辛苦吧？不辛苦，只要一想到能见到你，我就特别开心，一点都不辛苦了。美丽，你很小没了额娘，阿妈这些年又嫌命在身。心里面最遗憾的就是一直没有给你个完整的家。如今在这里总算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。海叔他这次把你从草原上带回来，以后你就住在这里，我们父女俩总算可以不再两地分离了，好不好？只要能陪在阿玛身边，我就什么都不在乎，心满意足了。哈哈哈皇上，庆王爷来了，快宣。是，宣庆王爷觐见。参见皇太。起来。静轩，怎么样，鳌拜的余党剿灭了吗？静轩失职，这次在京中追捕高徒与裘彪的任务失败了，主要是他们以死事阻挠，趁机逃走了。哎，这个京城是人车熙攘，为了避免百姓过多的揣测，哎，追捕这些余孽着实是不易呀。这样，静轩，你加派人手多加留意侦查，务必要铲除这些鳌拜的余孽。静轩遵旨。子晴姐，你跳得真好看，
我在草原上就听说你们俩定亲了，这不刚见过阿玛，我就迫不及待地来找你们了。我也一直盼着你能够进京，你明天可不要乱跑啊，等你阿玛进宫向老祖宗拜完寿之后，就能带你到慈宁宫觐见老祖宗了。恭祝皇祖母，送献酒炉，贺雨春秋。恭祝太皇太后福海寿山，皇母长生。起来吧。谢皇祖母。皇太后。孙儿知道，皇祖母笃信佛教，所以命人铸造了大藏经，以保佑我大清千秋万代，并以此作为皇祖母的寿礼。皇上的确是孝心可嘉，请皇祖母亲自揭示。好，好。皇祖母，大藏经铸造成功，孙儿想正式赐此经名为龙藏经，不知皇祖母以为如何？龙飞九天，至尊吉祥，好，就命名龙藏经。皇祖母，请。龙藏经佑我大清永世国运昌隆。祝太皇太后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松柏长春，寿玉红开。美丽，等会儿给老祖宗拜寿要行礼如仪，千万别闯祸了啊。恭喜老祖宗。起来吧。谢老祖宗。美丽参见老祖宗，祝老祖宗。美丽见过老祖宗，祝老祖宗万福金安，万寿无疆。好，好，起来吧。你刚从草原来，对这些繁文缛礼一定不习惯，以后就免了吧。那不行，我阿玛特意交代我的，说我一定要遵守宫中的规矩，见到老祖宗一定要行礼如仪。是啊，一定要行礼如仪，慢慢来，以后会习惯的。来来，让我好好的瞧瞧。这孩子长得真好，脾气又爽朗，该到了许婚年龄了吧？回老祖宗，我他从小就没有母亲，我又公务繁忙，将来关于他的婚姻大事，还望老祖宗帮美丽多费心。这个自然，我会为他找个好人家的。主子，戏台那边敬贵妃已经安排好了，请主子移驾。赛家，你有公务径自忙去吧，让美丽多陪陪我。是，臣先行告退。怎么了？要守规矩。
什么？不要闯祸。啊，放心吧，我知道了。啊。娘娘，做老祖宗身边那个女人是谁啊？不知道啊。哎，她是蒙古哪个部落的？听说是科尔沁。怪不得老祖宗还让她坐在身边。蒙古来的公主格格一大把，偏她乍眼穿着蒙服来，这不是存心惹人注意吗？嘘，小声点看戏。嗯。昆曲还看得惯吗？看得惯，不过我没有想到皇宫里的戏这么好看，比草原上的排场精致多了。要是你喜欢看的话，以后多来宫里走动走动，我会安排你看个够的。谢老祖宗。不过老祖宗您久居皇宫里，平常有时间骑马打猎什么的吗？少喽，不过每年会有春猎，我都会陪着皇上到木兰围场去走动走动。原来皇宫里也有春猎啊，老祖宗。我打猎可厉害了。老祖宗，众家格格们准备了彩剑表演给您贺寿，请您一驾御花园吧。美丽，他们表演彩剑，你陪我去看看吧。好啊，彩剑我也可厉害了。那就露一手给我瞧瞧。好啊，走。当初这帮格格们为了给您祝寿啊，真是费尽了心思。您瞧瞧，这剑子呀就跟活了似的，真是难为这些孩子了。想不到美丽这丫头从蒙古来，剑子却踢得这么好。是个刻意讨好老祖宗的野丫头。皇上，皇，剑子还我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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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子晴姐姐，刚才那个人真的是王爷啊？是啊，景轩从小文武双全，不仅是皇上最信任的王爷，也是众多格格芳心暗许之人呢。是吗？只是他向来心高气傲，不苟言笑，很多人会怕他。别人怕他，我可不怕。哎，你怎么没有告诉我你是王爷啊？你也没告诉我你是蒙古公主。哎，上次在街上遇到你，真的是在追江洋大盗啊？当然，你故意阻挡，协助要犯逃走的事，我已经禀告皇上。如果不能及时抓他们回来的话，你可罪责难逃。我有什么罪？你罪可大了，刚才踢毽子踢到皇上脸上，那可是死罪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以为你有天大的胆子，原来这么不禁吓呀。好啊，哎，你怎么那么坏啊，居然敢骗我。你想什么呢？不告诉你。肯定在想什么美事吧。没想到平西王如此顽强抵抗，把西南战事的火线
几乎延伸到岭南了。如此一来，军粮补给线也将随之拉长，入冬之后情势会更加严峻的。别说是筹粮了，就在运送上都有潜在的困难。这些事着实让朕心烦呐。皇上，皇上，不好了，皇上。刚刚传来消息说，有盗贼潜入广济寺中，把龙藏经的手抄本给盗走了。什么？景轩，你马上带人出宫，配合赛家缉拿盗匪，务必把经书给我夺回来。遵旨。狂徒，胆敢进寺行窃，把东西交出来！高徒，钱王爷一向可好啊？想不到你还记得我这落魄之人。废话少说，东西交出来，免你一死。龙藏经在我这里，有本事就来拿呀！不知道，胸口突然痛了一下。大哥没事吧？
们的援兵到了，快撤吧！撤！走！走！龙藏经的手抄本，臣有愧皇上，请皇上原谅。千王爷，你挺着点儿。不，魅力，魅力。千王爷，你放心，我会帮你照顾魅力。这几盆盆栽真的是不错呀，应如啊，你对盆栽的功力仍然不减当年呢。回主子话，这几盆原应该在主子寿诞之前送进宫给主子贺寿的，没想到在路上耽搁了几天，还请主子多多谅解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你能够进宫看我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这些年你不在宫里，外头那些盆栽都不耐活了。应如啊，主子经常念着你呢。应如也时时念着主子啊。这次你丈夫图哈进京候命，可以待久点了吧？是啊，皇上要图哈留京休养生息，等待分派呢。那好，你得空多进宫，多陪陪我，聊聊天。嗯，顺便帮我看看盆栽啊。哦，你儿子永贺呢？啊。他在外面候着呢。敬贵妃娘娘还不知回避，参将永贺拜见敬贵妃娘娘。参将，这挨着皇城根底下，参将是一抓一大把，这谁知道谁是谁呀？小顺子，我们走。遮，走。还不让开？那傻小子长得挺帅的啊，长得帅的参将多的是。
间，虽说是命中注定，可以见一回眼。前身的影，今生却不相见，就算是天荒地老，说好相逢这一天。虽然你抛却尘缘，却放不下你的心，你的去换了容颜，爱在天地间，把今生情来世缘，心花净土一片，把来世水间。